好，我现在拿这个对考遥控，就如前天的视频一样，按 A 闪一下，B 闪一下，C 闪一下，D 闪一下，这种状态可以直接对考遥控了。拿一个备考遥控，按 A 键，然后按这个两个离近一点，一闪的时候就可以了，按 B。一闪就可以了，按 C，按 D，现在状态就全部学进去了。清除的视频，它现在是有参数、有码在里面的遥控，可以把它清除。两个手，注意是同时按 AB。一定要同时下去按，然后闪的时候就可以了，然后这个状态就变成没有码的状态，已经清除成功了。恢复的时候，两个手同时按 C 跟 D，同时按下去，然后闪就可以了，那就是跟之前的码是一样的了。